双拼的哦，这个是双拼的，超澎湃的。这一层都是300块。沙姆跟三点蟹的话，第四层皮亚是新鲜的沙冈鱼，海水的，这海鲜精华都流进来这个汤汁了。冬天就是要来双月牌这边围炉吃的章鱼，季节吃螃蟹最 happy， 痛风餐肥肥啊，会爆汁的。沙嘎嘎，这个肉质很鲜美哦。它这个樱花虾沙沙酱很好沾，沾的更提海鲜的鲜甜。猪肉打卡买一送一，一定要点，因为非常好吃，切的有厚度，很新鲜，就是猪肉的甜味。大肠跟这个必点，里面有包 QQ 的大灯桃。高波鱼酥很重要，它会吸附里面的高汤精华，都喝下，不要煮太久。台南特有的手工虱目鱼柳，汤头是大量的叉鱼跟虾米，还有猪骨鸡架子熬煮的，这香非常的鲜甜，给一整盘的。精华粥品完成了，压轴就是在最后的这个精华粥品。Ha ha ha.